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 我是魏维。今天要帮大家介绍这一款不晓得算是非常酷手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软体，叫做非一般念佛机。不晓得大家之前在人生的各种场合里面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念佛机？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会发现 iPhone 的这个免费软体非一般念佛机呢，这个外观跟真的念佛机长得一模一样，它做的事情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单纯的念一些佛号。我们来看看这个设定的这个方面，这设定页面一打开以后，有一些各种设定。首先你拨开这个电池盒，你会发现里面很可爱的有一个小的齿轮在运转。那如果你把这个耳根清净打开的话，就不会有声音。如果你是信耶稣、信上帝的话，这边有耶稣模式。打开了以后，他就开始念哈利路亚。如果很极端的宗教的狂热的者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个城市不累不伦不类的。不过我还蛮喜欢这个城市的。那这个城市呢，你按右上方的这个按键，它还会带你到各种慈善机构的网站，你可以去捐钱，如果你觉得这个 app 做得很好的话。 OK， 这是今天介绍的一个小软体，一个很酷手，一个又或是很实用的软体，叫做非一般念佛机。我是魏维，我们下次见，拜拜。